经过皇帝啊这样设计的仪常，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呢？这个特点呢，当然也是我们汉民族的服装的主要特点。它的特点呢，最明显的就是自然宽松。我们看这个自然啊，它从哪个方面能体现？其实呢，我们中国古代的服装，正常情况下，大多数的服装，它的上绣的方式，都跟现在是有所不同的。我们今天的装绣，一般来讲呢，会在肩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装绣，这两片是分开的。但是呢，在古代啊，绝大部分的服装不在这个地方装绣，它是采用了连肩绣的方式，就是这个地方呢和这个地方是连在一起的。一般来讲呢，这个接绣啊，要到肘部这个地方才接绣，所以这是一体的。我这件衣服呢，那连肩的位置在这个，这是因为是现代人做的衣服。这个就跟西方传过来的服装和我们今天大家穿的服装就有明显的不同。那么这样的一种装绣方式，它有什么特点呢？这个特点就是，它呢，强调的是自然，它直接下来，那么你肩部，你是什么样的形状，你自然而然呢就会把这个衣服呢带成什么样的形状。所以它是很自然、很流畅。第二个特点啊，就是宽松。在咱们古代啊，这个布料的生产啊，能力得到了提升以后，衣料呢不是大问题的时候，一般来讲呢，有很多人就会把这个袖子呢做得比较宽大，那么把这个衣服呢也做得比较宽松。当然，对劳动人民来讲呢，还做不到这一点。有一定的这个社会地位的人，是穿的衣服呢一般讲究是袖子宽大一些，衣服呢宽松一些。那么这样的衣服穿在身上，它会给人造成什么样的感觉呢？那自然呢，它就是一种看起来那个除了所谓的雍容华贵之外，最重要的是它具有一种强烈的和平的气质。为什么呀？你穿的衣服那么宽松，很显然你要是跟别人发生冲突，想要打架，那个就不方便吧。那么穿上这样的服装看起来怎么样呢？更加温和、儒雅、宽容。在古代啊，有一个成语叫衣裳之会。曾经呢有一个史料是这样说的：衣裳之会，时有衣，未尝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齐桓公这在春秋时期，他是春秋首霸。春秋首霸呢，他干嘛呢？他召开当时的诸侯国之间的会盟。这个诸侯国之间会盟啊，其中衣裳之会有11次。那么什么叫衣裳之会呢？这个衣裳之会啊，跟它相对应的叫兵车之会，就是大家是兵戎相见的。而这个衣裳之会很显然呢是不运用武力的，是大家呢这个穿着衣裳，那么互相见面彬彬有礼，非常友好这样一种会盟。齐桓公当然在历史上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那么他的这个衣裳之会后来呢得到了很多人的推崇。只是呢我们今天啊有很多人对这个衣裳之会，我觉得呢理解的可能没有达到人家的本意。为什么呢？有的人他读成了衣裳之会，这个我们刚才就讲了，读成衣裳本来是有问题的，但是总不能叫衣裳之会吧。你叫衣裳之会，那么就是说我们只要穿着衣裳来，那就是一个文明的友好的会盟了。那这个很显然呢没有说到位。那么人家兵车之会，难道那些人就不穿衣裳吗？所以为什么它叫衣裳之会？因为当时啊在中国这个巨大的版图之内，一部分呢就是咱们汉民族农耕民族穿衣裳，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游牧民族，他们穿衣裤。而这个衣裤呢，它对作战来说呀更为有利，
所以更方便打仗。因此呢，在那个时候就认为这个衣裤制啊，它相对来讲是比较野蛮的，而这个衣裳呢相对是文明的。所以衣裳之会是指大家穿着上衣以及下裳来参加会盟。因为你下面穿着围裙显然怎么样呢，这个不便于打仗，所以呢这个应该是它的本意。因此呢，我们读这个词的时候还是应该把它读成衣裳之会。